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咱今日天父吼是最后一摆，那这就是讲离开天国，咱这是进天国，得观看天国三面镜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啊，其实你若有注意，咱查起来讲，后来听天父来听说吼，这是多位，这是多位，这是多位。会拢知影吼，那咱一个人咱若去到多一个所在，上惊到迄个唔捌拄着吼，会记咱塞车吼，那常常大家就啊，即摆在用导航器，吼，啊，咱中南咱每一个比较多吼，拢有熟人的导航器啊，吼，甚至伫咱内底办公，来边行到一去吼，啊，咱来知影，咱天国有啥物件？哦，咱查到遮，咱卖看，安来考试就看嘛吼。咱天国已经一等光四等啊咯，正好，这個、天国地方咯，看见白咯，啊所以呢，来天国有啥物件？有这样俄罗斯买小白都不放是天国有我说有八项的东西在那里，有什么东西？宝座，宝座，对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宝座上面还坐一个啦，对哦，坐宝座已经是耶稣啦，哦，哦，啊，不然过来，你两个耶稣也没在那里，咱要坐什么人？哦，因为因为耶稣亲自来地面上实在咱的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耶稣是该亲自的哦，啊，这第啊，这过来多少？二十四个牛咯，对啊，哦，牛咯哦，先滚的仔，滚的仔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过来，四毛，对，再呢。拄啊，读个迄个碧，迄个宝石，迄个。啊，一个坑。嘿嘿。绿色。然后伊迄个红，迄个碧宝石，迄个碧宝石，来。啊，不，得胜者。得胜者，真正是后来有得胜者，就敬拜时阵才有得胜者吼。现在才进入敬拜了，现在进。那是哪一点上的？有那个宝石，就是那个。宝石遐上，宝石是宝座，遐我无列过，咱今路都要讲哦。咱个有啥物？有啥？七零七个点哦，七个点在哪？有无？七盏天，就是上第七零哦。啊，个有啥？玻璃海，哦，啊，到强强，哦，拄拄，哦，无你去唔当啊，这在剩下安尼话，反正唔挂落去哦，还开始强强，啊，上帝来看，哦，我所以唔免挂，我听讲来今日看下安尼种肖像哦，啊，你搁在看哩玻璃海哩，不是，那是嘞，那啊，就是要开始就讲，哦，这就是咱那个真熟悉的，对啊。安尼吼，我咱来看吼，正天国这约翰是讲开始有两个意象，一个是地上意象，一个是天国意象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地上意象就是啥物？地上意象就是啥物啊？讲，啥物？啊，就是啥物啊？讲，约翰讲的。啊。在地不能在天上。龙教先进来讲，后面地上的意象，甲什么人讲？教会讲。对，甲教会讲，吼，七教会，吼。所以啊，天顶的意象呢，是今日咱要讲的，吼，讲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无审判是地面上的人嘛？甲阴心流鬼的，阮升到不平等，升到第四。正就是在讲到主耶稣，正在辅助天国辅助，伊就是爱心化地面上的人，对不对？
但是上帝是疼人，先甲咱讲要发生的代志，吼、哦。诶，其他人讲发生的、未发生的代志，我很很重，我知你讲准，啊有讲无？咱给你看无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咱给，诶，直接甲你讲咧，叫幼儿园对教育。到一教育人哦，后来就发生个代志是啥物哦？啊，你国去做唔对，啊，所以即个咧，即个约翰直接安讲主耶稣哦，你阿伯唔喜欢这人啊，就是约翰敢讲主啊，你进来哦，啊主讲未来，啊你敢讲我进咩，我要快乐来哦，约翰敢安讲，所以伊就讲主啊，你阿伯要喜欢这人是唔是？就是你阿爸要来是不是？哦，咱咧主是人民人来主吼，啊，啊咧，哎，各必定给人机会吼、哦，所以主无来，唔是伊无来吼、哦，所以这约翰伫地面上看到是啥？我头白看到啥？因为我头白看到啥？看地面这个代志，看到耶稣伫七个殿台伫行，啊，所以你爱怎样？一个顶代代表啥？教会，教会若无耶稣，无、啊、都毋是教会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听，一间安尼，听本来万人是本来全人伫做会，若无耶稣，你叫嘛就使叫教会。啊，全人教会，正代表十堂会安尼，嘛是教会，嘛是教会，上帝嘛是伫咱中间吼，就是咱。免费去嘛，好，那这天就是约翰要上天堂啊，约翰要上天堂，那约翰上天堂的不是人气，是啥气？灵气，哦，啊，但圣经有一个是人气天堂，是咪啦？保罗，哦，这，咱这安能弄进步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咧去北京搞的问题，唔知啦，开公司，哎，啊，所以呢？那无相信有影天堂，你不知道看到啥物，吼、哦。所以这那有影相信天堂，就是三等天，吼、哦。因为保罗曾经过也白甲人讲，这有人过也白甲人讲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二等天是啥物人？即阵二等天是啥人去啊？魔鬼，有魔鬼，天空是灵气的噩梦。有所说会当会记，所以这块就爱记的。啊，第一站天是咱目睭看到的，这天是第一站。所以，这样你把你讲啊真清楚咯。啊，所以，咱对基督徒吼，真正都这基本真理吼爱学的。所以讲开始了真亲，但是你呐，八，你就无亲嘛，好。天国国度，天国国度就是约翰伫遮，啊，被圣神感动，啊，领落被提到天顶，吼、哦，是啊，吼、哦，即对安尼，啊，领将我，举起来，啊，带我到遐，吼、哦，带我到去，吼、哦，好，伊被提到日落园内来听伊。本捌的言论是人未通讲的啦，是人未通讲吼。好，啊，这个，你会听见啊？哎，你这什么？给我听听吼。好。就是这个。好，啊，这样来，我今天刚考几个题哈。啊，今天刚考几个题，是吗？天顶无多，我讲你个色无啥，你啊你这个梦里头可能唔知吼，上天堂的时阵吼，啊
安尼吼，坐伫葡萄的，耶稣正要坐葡萄啊。第四章开始，就是耶稣要上坐葡萄要审判啊。啊，当然有一个啊葡萄上帝啊吼啊。那么这个天就是啥？心思格之外吼，表示心思格之外啊。啊，这二十四章咯。啊，我讲是信道啦，吼、啊，信道啦，因为啊，所有看安尼，你看到安尼啊，信道无对啦。好，啊，这玻璃海是强枪哦，这玻璃海是卡掉这个呐，卡掉这个啊，天空、啊，所以这是真奇妙啊！你用安尼话听嘛，想，但是。你想好在你地球是哪样看的？上帝。对，这种是予咱想无的。所以这个考证啊，在咱种诶，地球是照在，现在在地啊，未加到的吼。咱这阵诶考证啊，到会当讲嘛。好，那么这个四万物，四万物呢是啥物人？我放的，那解放四万物啦，啊，但是恁这个我放嘛，拢放的四万物，都纪录片天才吼，天才，因为天才的名吼有纪录片啦，有那个沙拉伯啦，这个像那个讲啊，真牛，米加勒啦，加白的，这卡布，像那卡布的最厉害代志哦。你看最实际的代志，是不是？所以加百内容最啥？通信，卖讲变了，变很少，变很少。你天顶派的，我通信变了呢，通，我是讲通信员的连长还是本领哦？啊，你家的呢？剪刀兵啦，天顶，所以这。真正的看这个，圣经里的是不是？耶稣之前也是这样来来讲的啊。啊，米迦勒呢？啊，放魔鬼上台，啊，魔鬼在孙啊，拍落去，这阵用天空哦，但而阵用天空呢，阿未直接关在遐，就是真个对着真伤害真大吼，魔鬼。好，啊，这个七层边呢？就是七零就是上帝零，七就是完，上帝零，所以整个天灾，整个天堂较重要的，较重要，无真地就只落只学校吼，因为呢，你只落只学校，你唔知影天堂啊地几个路，真地唔知影老师学校，天堂啊地几个路，伊都唔清楚，其实天堂啊地几个路不了。咱会晓知影讲这个代志啊吼，安尼咱对天空真少哦，未念着了，搁行地去落啊，至少我天空也未未落啊，像来多天空就是咱啊，天空就是咱做家，心多咱也是预备，好，多少啊？我能记得，咱先生就微笑了。我嘛未记得几少，反正就是讲天堂就是咱做的，圣道教也必定的，就死死教的无关系啦，所以呢，你看人咧做圣旨，人做的真好势吼，咱咧在学，所以咧突然间圣旨嘛帮忙咱去广播啦，所以呢有当时。你若找无，都要人讲，你讲先知嘛，才好讲嘛。我伫遐车里面变成
文件先呢，一边野地的话，哎，同全世界我搞讲，这个是安尼，好，这强强啊，强强咱看无啊，看无哦，这啊我把你从一发火迄个，这个强强不厉害，不厉害，这看迄个，这看。即个我无总写着哦，啊，即个物件差不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一强强，咱因为咱底下是做玻璃海，强强无用盐，啊，即个是用盐的，吼、哦。安尼真真吼，闽南即个上天光啦，安尼即个去天光参观啊，我全咧打理完咧啊，安尼，还跟你讲，啊，跟你讲，就是恁人办事袂自由咧，吼。哎，真正我到天，既然天国就是咱故乡啊，伫在伫遐在掌管啊，咱拢无去啊，啊，永远咱就是要倒过来就做客咧，是，吼、哦，所以每一人到阿尾，拢爱倒过来做客，倒过来做客，咱做客，徛倒就唔知要怎，很生疏啦。所以阮教的一个姊妹啦吼，伊讲伊十五分钟心脏停无，十五分钟。啊，但是因为伊的伊无学问嘛吼，啊伊讲的人阿无爱信吼，反正伊就拢无读书嘛，唔捌字啊，讲的人无爱信。伊就讲，伊看电脑伊厝啦，讲伊厝偌偌天吼，本来吼，啊人无啥物信啦，阮哩啊。这话哦，其实咩人讲出哦，啊，就较会信吼，但是后个时间，哎，人讲出个较放心。但是呢，咱这些人哦，较无去见证。我伫网络内底看这个，因只去见无啊，嗯，就甲人讲，转来关心下做做，哎，网络内底拢有啦。但是因为呢，无确实比咱成功。包括佛罗咱都信的咯，从先天罗记载安尼，咱佛咱呢个是吼好。啊，再来，这啊，这咱就看多了怎样吼？这抗图书字啊，啊，这二十四张咯，伊穿白衫，啊，对啥？皇冠。皇冠，但是你有感觉这皇冠无，这冠冕无少点无？我感觉这张图啊，是这张相吼，这冠冕金色。啊，不过伊演员困的，演是桂冠困的，啊大金。我为什么特别要甲人讲安？我找这哦，我讲伊演出来超困的桂冠嘛，啊可是金色的，哎多下心情，多下心情，我有讲的哦。哦，我讲个，你这二十四张咯，啥？因穿白衫对金冠的，啊，可是嘞，原本伊个冠冕是金冠冕嘛，对，可是伊个冠冕是啥？桂冠。哦，所以你看我找这图，安尼就感觉，哎，真像啊，真像。这是中国，哎，古印中国出来的。我讲我们中国人咧出世真侪多，啊，真好用嘛，吼。好，这叫做啥？金冠冕，这叫金冠冕。这叫金冠冕啦。但是呢，这也是耶稣的冠冕，但是魔鬼买用这冠冕。你要怎样？啊，魔鬼第一节启示录十三章一节，伊嘛给上帝了哟，伊也给上帝，就是。七头十脚，啊，头戴金冠冕，哦，都、就是演十三章一节，可是伊讲的话拢是亵渎上帝话，哦，这伊是用一点冠冕，啊，但是我有讲的，耶稣冠冕是这个无错，但是伊是遮罪，耶稣是遮罪冠冕，所以这第二个马，啊，耶稣第二个马头，哦，都是加这个塔，塔是护士。将这个冠冕变成护士，所以耶稣是真侪冠冕哦。但是一只我听中间咧，好，那这个哦，好，金冠冕七头十发哈，啊，是龙的金冠冕，好，
释方释道的话，啊，那么耶稣也伫马达，隔住隔隔住迄个，然后咱来看伊个伊个天甲下吼，啊，塔变成塔，啊，啊，即个十九章十二节吼，我从了解伊都没有，啊，即个吼，啊，即个是即个 cross 你哪拜吼，英文拜吼，即是啥？皇冠呐，那迄个，迄个哦，啊，伊个话要变成 S， 英文来变成 S 是啥？都是啊，啊，所以咧，都是咧，这冠冕，这是亚伯地的吼。好，这冠冕耶稣家己，好，真对，好，这就是这点吼。好，啊，但这个西番人是咧，这个是啥？这是桂冠，这桂冠呢是伫个地面上啊，比赛上面吊顶啊，嘿，那赛跑就是讲这个，咱拢是在场赛跑，但在就是讲马拉松赛跑，要第一名是啥物人？是迄个人吼，袂像遮侪个，所以呢，这个呢所伫个，当时所分的呢是一个这点吼。当时所发的奖品是这种，啊，正所发的啦，马上拿冠军嘛，金牌，正拿阿祖用的金牌，啊，所以呢，迄阵，这个桂冠要去哪个？我嘛是讲，我若不摘了第一名，这桂冠去哪个？哦，啊，咱就这个桂冠，所以呢，所以这个女士流落是多一点啊，但是大军这倒是真奇怪吼，另外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金哦，这个、叫金啦、啊。这里吼、哦，啊 ，cross 啊，应该 cross 啊 ，cross， 这个叫做金，好的，叫做金，啊，所以入市场了是金子，一定啊。啊，这样吃了啊，咱行后边，这咱到位到专注，就不要笑，咱就开始看无等别个讲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咱第四间荣耀的桂冠规定，四定对，荣耀的桂冠哦。啊，这是为什么在是努力得来的？这个荣耀桂冠，桂冠是努力得来的。我就是我认招认认了嘛，吼。咁咧，伫地面中央嗰只骨位咧，就要带头这样，吼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尊贵的桂冠，你得到这个桂冠是尊贵的桂冠，吼。所以恁家爱结，恁家结吼，尤其恁不都去，恁还去大学讲道，恁只是安尼讲，吼，只是安讲，咱耶稣结是金冠冕，咱结是。桂冠，尊贵的桂冠，尊贵的桂冠，那将来九点钟，咱有冠冕咱顶，阿要怎到有好证？荣耀的冠冕，荣耀冠冕是怎来的？努力，这就是目标，必定的。啊，但是咱也袂使讲目标，第二你若去娶着人的新娘嫂。你就这点人比，哈、哦，这要比着看呐，比着简书啊，这个五章啊，二十到四十吼，四十，这要爱记的，无你安那娃娃讲，别人都搞有变着，肯定，这叫荣耀的桂冠，荣耀的桂冠，好，那么过一点，生命的桂冠啊，生命的冠冕，生命冠冕难道怎样？因为咱已经查过。是美娜教会，就是信心物料致死中心就得到这个冠冕。你当时我讲过了啊，要乱叫我唔来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对不对？我从永远永远变一个讲唔来，安尼前礼拜到我查经讲啊，信心，我准备今年我到去查经啊，大家拢准备资料好咧，依家讲唔来啊。我心哦，我先足疼伊来啦，我拢叫，我超伊讲，较早人个老个，哦，
是讲，若是迄，我真是爱听讲，你若是有心有追求有性命，发展落来，美容店嘛开东开西，漳州的，也毛开漳州的，我再去，不到因教的去开漳州的，伊嘛是个命，哎，即个食啊做的，即做的真正并你遇到的做的较重要。因为我伫遮甲你讲啊，足死足死的，啊，衰啦！迄死不是死苦苦的死哦，忧啦，忧啦，死你呀，死呀，嘿，啊，讲啊这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生命冠冕之上，死没哪教的，这个开始要点点嘛，哦，好，我一点公益冠冕，公益冠冕，这是九皇太后是哦，哎，前世皇后是哦。啊，你在？哦，是哦，三张啊，三张。还好，你账我一打过。哎呀，哎，那你看，账我一打过了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尽大我已经所是吧？如今得到什么？光明的冠冕。哦，所以呢，现在这慢慢是，反正三张是金子哦，好说，咱未记，你该看什么的该看吼。这吼，这叫做，这个世间，你知道，非常地，那地位以往是最好的经典，已经经典。我是不是《提婆太后书》第四章第七节？啊，提婆太后啊，提后嘞，提后啊，所以要念念，提后，提后啊，提后，提后，提后啦，提后。哦，咱咱只只只只在记，我常常安尼啊变，咱无分记到十几只拢会对嘛？但是这阵是唔是？这阵是真在配咯，这阵是真在配。你爱怎样？啊，你爱怎？你爱怎只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爱怎只代志？那美好的怎会成？那美好怎样？就是你伫世间甲。魔鬼伫遐争战，毋知争战了，那白话意思，迄个好的争战，我已经争战过，吼，吼，啊，即个，所以王德禄用即句哦，落咧吐伊的话哦，是无啥对啦，迄毋是甲魔鬼咧争哦，伊是讲引导伊啊，然后出来啦，伊的意思是安尼，好的争战吼，安尼无，因为当年咧少年，你无遐尔那么在话的吼。这也是熟悉的哈，这是哎，但是呢，当跑人，什么叫当跑人？神把你预定你要走的，你要走的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，应该自己和神有一个问上帝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是在做什么？啊，比如我们有牛肉，虽然幼儿园有家在牛肉，一直牛肉，啊，一直牛肉，牛肉你要。做长老的，这做长老的，你做执事业，走这路，这神给你的道路啊，神给你道路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忠心持守，要当好的路啊，啊，所信的道，圣经告诉你的话，你有没有应该信都信了啊？啊，你不要阿哩哩啦，那边听听讲讲的给就耍哈啊，包括家己讲耍哈，所以你安尼啊，上帝下来。你是我这冠冕两顶哦，啊，敢不敢？好，那这個、啊，这挑战第二点，回力比四四张一点，嗯、这要挑战的。好，好，我们在这里说，我有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吗？那我怎样有人就是发言那个啊，到这阿婆啊。阿婆啊，啊啊啊！哎呦，哎，那个是阿姨。伊来是是恁大对不对？是妈妈带的，啊，阮当带跟进。就是讲，若带一个人信耶稣，你看是伊较欢喜呢？咱咱较欢喜，做欢喜。保罗就是这个心态，讲的。我带人耶稣，我伊的欢喜就是我的欢喜，你就爱安，所以你行为跟。这个这个娱乐馆面前，爱抓人听也多，啊，所以呢，安尼我馆面拢讲了，啊，唔忙呢，这个馆面